来自台北师大夜市的人气台湾过江龙灯笼老味，登陆了香港两年几都依旧人气不减。继铜锣湾和旺角分店之后，他们最近就在中环开设第三间分店，为客人带来更多台湾夜市美食。新店位置邻近兰桂坊，餐厅环境宽敞，装修气氛好有格调，迟下还会供应台湾手工啤和 cocktail。 餐牌上多达50款食物，最招牌一定是台式卤味，卤汤由台湾直送，保证原汁原味。多款卤肉便当同样吸引，卤水鸡髀用卤汤浸煮两个钟，肉质软嫩入味，再加埋卤水、日本鸡蛋、麻油冬粉和卤肉饭，好有台湾铁路便当风味。另外还多了不少炸物选择，最推介的就是这个拼盘，全部都是香口的台湾夜市小食，即点即炸，份量够四个人一起 share， 坐走一流。餐厅连蛋饼皮都是用台湾货，这一份葱爪蛋饼馅料换上韩国泡菜和冲绳豚肉，味道香辣有咬口，比一般蛋饼组合更加惹味。为了庆祝新店开业，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期间限定的优惠回赠客人，只要为顾堂食并出示印有中环两个字的卡片，就可以免费换领黑糖珍珠奶茶一杯。如果你在附近上班的就不要错过了。好，各位 AM 七三零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吴林峰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，今年是虎年，希望大家虎虎生威、yeah。